刘嘉玲同徐克导演出席电影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首映礼。嘉玲姐又再做武则天，除了霸气之外，有没有觉得都跟自己有几分相似呢？武则天是超人，我最多是个强人。超人是不是平常人来的，他是很犀利的。那你会不会平时回家啊，对着块镜练一下吗？对我不是练你教我的眼神咯、我高一点望低一点想想我挺用的，对啊，我成日都要练的嘛。我不懂识诱人的，我一来就来的了嘛。是哇，那些蛇形那些，哇，那些眼神啊，狐狸眼神啊，导演好拿手。导演怎么导呢？我想知道导演我导的怎可能导呢？你想想是吧，即是完全是，不是，他叫我做只蜘蛛啊，我记得即是那只蜘蛛，即是你我還今天还吃了你那个感觉是吧，友情会不会更加尴尬在现场？他很害怕咯。赵又廷都惯的了，是吗？很惯，你说高圆圆是这样的。另外提到刘德华的演唱会就来开始，两位又会不会问他拿下飞呢？你一定有 quota 的，你平时不会开口的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拿手？我很怀疑这件事，很多人问我，喂，刘德华演唱会你有没有机帮我拿回买票，我都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因為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開口的。但是就始終都有一天要面對這件事，我不知道的，我現在都未開始，所以可能已經太遲了。